你看，那些都是被我的黏黏胶黏住的男人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女人，你在玩火。如何？是你，是你，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。带我走，去世界尽头。好跑，飞铲，海王刀。好，别我别别理他，往前走走。谁让你们私奔的？谁让我有话好说？回来，回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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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对脸，对脸，对脸。好，对脸。对，我一针针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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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可以。要不，可以了，没有人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有了，有了。走了，走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我没录啊，好像。啊，录。啊，没点呢。啊，录。点了，点了。点了好像，我点了，看明哥，我看一看，开机了吗？这个，谋开 K， 这个还不错，可以剪，我这条可以，我有信心这个，这个，哎，你相不相信我？相信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错，如果开机了的话。不是你为什么老是老导演为什么坐这里？你为什么坐这里啊？你不是不是你不是你在说这句话之前，刚才你看你的状态，我还像是个。起来，来坐。不是不是，导演快点坐，导演快点坐。啊我不是导演。李老师是导演。对，我才是导演。完美演了一个场务，是怎么演的？我看到没有椅子了。但其实这样是好的，我觉得。你看，往前推了，你看。哎，成功！飞毯吗？飞走。你看，虚了就虚了就下一期啊！哇，你这个好棒、哦！可以可以，这场过，这场过，这场过，收工收工收工，兄弟，这轻而易举。对，好的，我们第二幕已经拍完了哈。最后一幕压轴的来了，席地而坐吧，最后一场了。啊，最后一幕嘛，基本上剧情达到了这个高潮了。对对对，高潮是第三幕的剧的名字叫《互相理解》。我发现真正高难度的地方才开始，前面这不是重点。嗯，这幕戏需要用倒拍的方式，一镜到底，反向拍摄。倒放眼。影视剧中，有时会有一些难以完成的特技。为了规避危险，这些特技往往需要用后期特效的加持才能完成，而在没有这些技术加持的情况下，嗨放派成员们需要用倒放的方式完成高难度的表演。倒放，再往转转转转，将一段戏的语序、语调与动作完全倒过来拍摄，在呈现的时候再正过来播放。成员们是否能利用这种新型的镜头语言完成拍摄呢？那这声音也要倒着，也是对的，倒着念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公主要说我喝酒，酒喝就是酒喝我，葡萄汁汁陶土，倒放太难了吧？我们先到下一个场地吧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吧。第三场我刚看了一眼，我觉得我当导演。我看看，你刚那场没发挥出你导演的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。第一，我导演椅也没坐上，我导演椅大声一直在那坐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好，好，不是，你不知道剧本是什么？你不看剧本吗？导演的话我也没说上。牵着小手，抚摸以后牵着小手就飞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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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毯。我到最后才想起来你是导演。对，所以下一把我要当导演，他们要把我的这个权利还给我，都不准讲话。完了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到了。对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